第一次收到仙人球的寄养，臭宝说他的仙人球养的不哇塞了，寄给咱了。这还是一个福建的花友呢。其实仙人球贼好养啊，那有的花友为什么养不好啊？他说是根底腐烂了，咱们打开看一看。一般说到腐烂呢，都是因为水大，一般来说，具体不好说，咱们先看，先拆箱。哎，2023年10月19日，这是个嘛东西？你做的啥这是？桂花酒自己泡的，到过年的时候口感会更好，谢谢您的帮助。你这整的这，哎呀，你这整的这个，未成年人禁止饮酒啊。哎呦，太浓了，浓香型的。酒精度数倒不算高，30多度，特别好喝。嗯，哇塞，谢谢醋宝。啊，这次我都闻到了，好香是吧？我很喜欢，但不提倡，好吧？花儿们有时候寄给我点东西呢，我确实很喜欢，但是不提倡大家就是那种，啊，显得我这个人就是好像有点那种很迂腐。Thank you， 好了，办正事。花友都那么精致的吗你、啊？我就喜欢这种臭包，嘿嘿，太精致了。那小生活也贼精致啊，但是为啥就这个花养的不精致呢？呀呀呀呀呀呀！有的话说这种还能救吗？这种就不好救了。他买的是那种没根的吗？这位花友啊，你这个已经腐烂了很多了，就你再买的时候呢，尽量的买那种带根的，不带根的这种呢很难活，就是说，不是说不能活，是可以活，但是你可能用的土啊，包括你日常的浇水啊，可能量比较大，就会导致你看整个的上面这里已经烂到这儿了。其实这些个都已经活不了了，就这些个，就我给大家切开看一看哈，就这些个地方都已经活不了了，它都已经可能烂了，你看到没？上面都已经化水了，你懂这个事儿就行啊，花友。那有的话说，老花姨，你现在你像这种情况，你会怎么救啊？我会怎么救是吧？好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。不要着急，我先打开这种带刺儿的东西啊，就要稍微慢一点，要不然就扎手。哎呀，来的有点晚啊，这位花友，你看上面的颜色都不对了。那我现在呢，就给这位花友呢，就又进行了一下切割。切割之后，我发现上面这里还是烂了比较多，还要再切一下才会好。有话说你就这么狠心吗？你就不能不切吗？我不切，没办法，它这个东西，你不切也不行啊。你要想那活，必须得把那种腐化的组织全部给它切掉，那才容易活呀。现在来说，就上面这些会比较容易活，下面这些基本上是活不了了。那怎么办？我跟花友们说，你就这样晾晾晾晾，先晾干，晾干之后再去种，明白了吗？臭宝，可以嫁接吗？有的话说可以嫁接的，完全可以嫁接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做一下杀菌消毒的一个处理，咱们重新给它种一下。一定要用排水透气的花盆呀，臭宝。由于这个花盆呢，对于现在这种情况来说呢，它是比较深的，我就加入一些树皮垫底呀，然后呢加入老花姨的推用配方土，就这样。一定要用无菌的土啊，要杂菌很多的话也不容易活。这个能不能活呢，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，臭宝。就老花姨会尽力的，就是你下次你注意买，尽量买带根的，不带根的呢就尽量用草土种，就这样摁上面，能不能活就不管了，就也不浇水，也不用药，用药还容易烂，就是等上一个礼拜或者说半个月左右，就放到这儿就行，也不用很多的光照，就完全靠它自身。然后呢，过上半个月或者是一个礼拜左右的呢，我会给它浇一遍水，就现在不浇，明白吗，臭宝？懂这个事就行了，因为它本身自己啊，它就里面的营养就足够它去长根，就甚至说你不种土里边，像你这么大一坨，你不种土里边，任何事情都不做，你就直接给它丢到那里，它都能半年不死，就可能是你心太急了，明白了吗，这位臭宝？
因为像您这么精致的花友呢，肯定是每天啊去给它浇水啊。你看我现在摸的还是湿的呢，每天都去浇水，就是因为你水多导致的腐烂。就干一点没事，干一点没事，尽量的干一点。你说有的话说老花友，我怕它干死了怎么办？怕它干死了不要紧，浇水怎么浇？你看我这个啊，就这样给它坐到水里面，这样浇，就下面一直让它保持微微的潮就行了，上面尽量让它干一点，有很薄弱的水汽给它就够了，明白了吗？这就是个技巧，就是这种多肉类的一个技巧，明白了吧？一定要这个土要无菌，如果说土做不到无菌的话，就用杀菌药，因为老花叶的土是绝对能做到的，就你说一点点菌那是不可能，反正是不会让它有二次伤害，明白了吗？不会有杂菌，就这样了，没别的办法。希望这位花友的花也早日康复吧，希望能帮助到大家，记住这个事。觉得不错记得点个关注啊，老花以后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，关于寄养再叨叨一遍，养死不赔，快递费自己出，不要钱，就这三个点。我是老花一，养花自然一，记得关注，白了手吧。嗨嘿嘿嘿嘿。